个工厂呢是在1940年代的时候，我的爷爷开始在这边做炭的。一般人都以为说哦，炭都是烧出来的，但是在这边我们炭不是烧，我们是熏，这个就可以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给他们一个认识一下。所以旅游业那边呢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，说我们是可以带来很多，好像跟这些游客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炭呢原来做出来是这样，对他们来讲是很新鲜的一个感觉。听讲啊，听那边员工讲他至少都有60公斤以上啊，所以我觉得他这样搬进去那个炭窑的时候是觉得蛮辛苦的。金库啊，要开始爱搞我人去负担，变成我人去做的旅游景点。虽然18天是一个渔村，但是这里散发着马来西亚其他地方都无法形容的乡村美。